亲爱的朋友，今天是8月11日，我为朋友们送上问候，祝愿群里的所有朋友和和美美、漂漂亮亮、健健康康、风风光光，看到的人都有好福气。一个群需要的并不是人多或多么热闹，追求的更不是口才的高低，这里只是一处心灵休息的港湾，就像一个清雅温馨的家，这里都是兄弟姐妹，亲如一家人，拉拉家常，谈谈琐事，聊聊八卦，叙叙衷肠，谈笑风生，海阔天空，早起笑一笑，早餐要吃好，中午晒一晒，阳光精神好，晚上歇一歇，好梦睡眠好，把烦恼丢掉，将悲伤抛弃，心情天也晴，知足才快乐，花美不常在，人成心才连，祝群友们平安幸福，在群里与群友谈天说地，每天都是美好的，祝群里的朋友每天都快乐，群龙聚首登秀峰，幽情潇洒气如虹，天天新月展笑容，天人不老长春荣，快乐人生福运中，乐看群内热闹宠，发到群里让群友们都看看吧，每天都是美好的，祝群里的朋友每天都快乐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